这个地点呢是在 Hamilton 的 Ancaster，然后一个原来的老客人，打电话给我说是 roof，通过这是二层的 bedroom，这个 roof 这块漏水，然后把它的天花呢给泡了，这个天花这块已经下陷了，有点往下走了，现在 roof 已经修好了，然后今天过来帮他补一下天花，顺便呢就是。把这个天顶呢做成一个比较类似的这种感觉，现在天顶是这种状态。对，现在看看怎么样来给它解决一下这些问题。主要是这样，还有几个七七八八的小活儿，大概今天就是这么多事情。OK，这个 stucco 呢就修好了，然后给它就是仿照原来的那种状态，给它印好花儿就好了。现在还比较亮，等到干了之后就好点了，应该是。修的呢也不会100%都一样，那么只是这种感觉80%，80%左右也差不多了。我觉得还是那种带揪揪那个可能更好修一些，这个呢确实有些难度，这个修这个。OK，